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蔡继伟。今天我要念的文章是《朋友生日记》。每年柳恒都会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会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记得那天是风和日丽的一天，也是个特别的日子。我到他家一起庆祝，好兴奋。一踏入他家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盏漂亮的水晶灯，搭配着柳恒妈妈热情的款待，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。晚饭后，我和柳恒一起打电动，一直到了深夜，我们躺在床上聊天，直到睡着，结束了精彩的一天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起了个大早，继续昨天电动的闯关游戏。我们决定同心协力破关。这时候，柳恒妈妈叫我们吃早餐，走进餐桌一看，满桌的山珍海味，我们狼吞虎咽，一下子全吃光了。之后，我们玩了很多游戏，柳恒还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生日礼物，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才回家。这次的生日派对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希望以后每年我们都能互相庆祝生日。耶！